我们已经把诅咒化为力量。所以这里面其实只有三把刀吧，带两张灵魂熔炉应该是要保证绿到破刃符。哦，没有，有五把刀，还有两个刀刃护手。我们有许多秘密。变零工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打三零了。可是法反，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锤子神音，啊，什么鬼？竟然是镜像体啊，多次伤害，那这样应该要干连，这还是有可能是罚犯。我们应该下嘲讽吧，稳打就好。竟然有人带镜像体，应该是GG。既然有办法打赢这一副，也是蛮神奇。对，这个拿到充能魔暴龙两张，或是老爹都赢。宝石魔像没有赢。这场你。好屌哦，号召系列的牌组好像还不错哎，这应该还是不能留八费牌吧，还是不能留八费牌，可以，我想留个斩杀给大范呢，但灵魂熔炉好像有点强哎，好憨哦。我们已经把诅咒化为力量。这盾牌也太怪了吧！那我们要上这把戏吗？欢迎参观我的网子。因为有这只的关系，就是为什么我想要，我在想要不要留那个巫妖天谴领主卡尔洛斯。锤子神眼。
对，应该要上咯。下轮应该要上，下轮大概比较有可能打的是符文盾牌啊。站住！口令神。全部解掉吗？这武器好像有点强哎！刀刃护手竟然是一张不错的牌，那你敢信？未鉴定盾牌好像也是一张不错的牌，还是我拿到最好的手下。但对手有点狗急跳墙的感觉。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，这应该下巨人吧？这用掉应该没关系，因为下轮我们要上破刃术，他应该没有想到这张吧？我猜。这家伙，真血。我应该要增加那个，增加我暗盾的数量。动物园的战士。所以下轮在按这个盾，他应该要有暗杀花之类的东西。我的商品没有暗杀花。眼接八哦。好像应该先用啊。也许这样。哦，不不不，挥之石焰。主要是把最后那个火焰元素解掉，是防冷血啊。我们其实还有不少手下吧。暗杀花，挥子石焰，还有一个宝石魔像跟格罗玛许，还有伊普，伊普好像没什么用。挥子石焰，应该是我可以出这个啊，如果拿到伊普的话，嗯，所以应该还是要打这张，跟这张。等一下上这个应该就赢了，或是翻，或是换刀。欢迎参观我的画。刚是不是应该要打三次哦？打三次会多一滴血。然后直接。打得好，我认输。人换哦。
我们已经把诅咒化为力量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怕快攻的，特别是法术猎，他带追踪其实比较不会是那种最恐怖的中枢。有一种那个小斧头在世的感觉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？好像小斧头回来了，然后说：“嘿，你看我在这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斧头，虽然长得有点不一样，可是我还是两倍哦。有时候搞不好攻击还会变更高。”敢压盾压到你姥姥家，等一下这一变五费，所以我们可以压盾出这张。对上他应该就是狂压，狂压猛压。然后等一下再来打号召，但号召其实有高几率拿到嘲讽吧。他做什么事？击杀命令吗？没有。圣盾。你觉得没有意义了吗？其实我可以上这个做一些事。冰射是冰冻机率好像有点高，还是我们就下伊普就好。下伊普有点靠背，下伊普好了。可以用这个来测冰冻之类的。这对，这只能砍怪，这只能砍怪。魔剑的碰碰碰，开始吧。我好像就我们血量就比较安心了。可惜我们冲锋都握在手上，然后其实也只剩下两只怪在牌组里。可是这 combo 还蛮强的，这12点爆发，他应该会想不到。嘲讽。里面神巫妖王啊。是这个。哦。啊！你没金闪闪。元神无妖王对不对？鬼子实验，哦，还有几烟。我得快点了。妖魔的原则。OK OK， 我在想，如果叫出末日，我在想要把自己把这只干掉，我可以用这只把这干掉。他应该是死了。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
拜。哦，真是打三嘞，直接三连胜上来。其实我觉得不大建议换王手哎，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号召量跟那个跟手下量有点刚刚好。快攻对决，可我觉得快攻基本上就完全不理我吧。他就做他，等下他是吗？他是偶数，他是偶数，我也是偶数，这起手很糟。前来报道。野人，好爷们，这样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可能要连接五。前来报道。应该还是要连接我，因为等一下下轮我们可以出五费三零。这五费三零怎么回事？五费然后六费接宝石魔像。其实可以再压盾再出一次五费三零。还要持续多久？前来报道，还要持续多久？鬼子石音，所以等一下压盾出他，然后等一下 T 拔出他，然后里面有一二三四五两手下，哇哦，好像其实有点来不及，那我们下轮就叫斩了。瓜可能有一次同人奉献之类的东西。我们这边有星云之怒斩杀，他这里清掉，我们还可以破怨符再拉东西出来，拉到格罗玛许就赢了，拉到魔暴龙好像也赢了，你赢了，轻松看快，什么鬼啊？